用想太多，只要大声说 Oh yea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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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恭喜，我不知道这个消息。对啊，怀孕，哎、欸，很棒啊，对，加油。哦，这个话久，可以讲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啦。对啊，他应该对啊，有很多朋友可以帮忙，但是其实就是加油，不要太累，但是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生活。对啊，就是当了妈妈，就是怀孕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可以好好的过一个女人 的生活。结婚后有两个小孩了，你什么时候会有好消息分享给我们？没压力的，慢慢来。我妹妹的小孩，我妹妹刚生了一个水瓶座 的女儿，然后因为她就长得很像我们儒家的人的轮廓，然后就说哇，好神奇哦，因为。很多我的歌迷看到，因为我 po 那个我外甥女的照片，然后我的歌迷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很像我。”然后我就跟我妹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们说很像我。”然后我妹说：“没有吧，比较像我吧。”对，我结婚就是随缘，因为这样生命可以有很多种样子。想要生的可以生就很棒，然后不想生的不生 ，OK 啊，也很棒。我觉得就是像广东说的，现在就是很丰富，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，你要自己想清楚，你自己去选。然后就好好的过自己的，我觉得现在社会已经不是以前这么的一定要怎么样子才是正确的。然后，对啊，我觉得是开心最重要。